吉祥如意。这张呢是看清楚哦，这张我们叫做大愿王，大愿王咒轮，大愿王咒轮，你必须要来到现场，然后要打杯。我们说把圣杯要打杯，那么打杯的时候就一定要很诚心，要打三次杯，而且三次杯都要是圣杯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大愿王。那么如果你们已经拿到了这个大愿王了，已经拿到了，那要记住，这个永远就属于你的。但唯一呢，就是每一个月，也就是每个三十天，啊，三十天到三十一天，一定要回来过香，一定要回来过香。所谓的过香呢，就是绕香，绕香之后呢，它还能加持三十天。所以这个一定要有耐心的人才能够拥有它，有恒心啊，有耐心啊，才能够拥有它。那么如果你已经有了这张大愿王的咒轮，也就是财富的咒轮啊，大愿王财富咒轮就可以来换取这张了。你已经有了它一个月啊，最少要一个月啊，最少要一个月，你就可以来换取这张。同样啊，你不用打杯，不用打圣杯，但是呢，如果你超过了一个月，也就是三十天到三十一天，你没有来过香，那么这张你就必须要归还。归还之后再打三个圣杯，看能不能得到它啊，要记住。所以这个呢是第一次我们取的，那么一个月后或者两个月后或者三个月后，你看到这个视频，你想要啊，你想要呢换啊，想要换不一定要三十天，随时想要换都可以啊，你就可以把这张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，我们的助理，然后他们就会换取这张。看一下这张和这张的分别很大啊，这张和这张的分别很大，看到了吗？所以明白了啊，贵人们要记住，我再重复多一次，首先你一定要先求得它，一个月后或者两个月后啊啊，你们一直拥有它。那么拥有它之后呢，一定要记住，拥有它一定要记住，要三个月啊，要一个月内，就是三十天到三十一天，一定要回来过香，一定要回来过香，一定要回来过香。那么拥有它，有些人已经拥有两个月、三个月、四个月、五个月了，想要来换取这张啊，这张它的布料是不一样的，这个是从西藏来的啊，这布料是不一样的。那么想要换取的话呢，是没有条件的，你只要拿这张回来就可以换取。那么这张以后也是一样，三十天到三十一天一定要过香，要不然的话这张就等于是没有用了，所以要记住了。那么第一次想要拥有它不行，第一次你一定要拥有它。所以现在已经拥有这个大愿王的这个咒轮的人呢，可以随时跟助理预约，那么来换这一张啊，这一张。好，希望你们早日跟我们的助理预约，644-32137，644-32137，吉祥如意。